我今天不能够安排来讲话，请你答复我，你们为什么剥夺给我的权利？我跟你们一样选出来的可以代表，为什么今天不让我发言？给我听，交出来！我礼貌上通知你们，女士们先离开，你们不离开，你们也要走开。这个马桶，我给你们看看威力啊！你看，你们受不了的，很快，我跟你们，你怎么这样做？我就这样做，你凭什么判？我就这样做，你有本事过来。我告诉你，关键在什么地方？关键是黄芳彦必须回来。大家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要解开了。王爷爷。看得到这什么东西？哎，都是这个样子，你弄那么远让我看不见。当然，你在这里就，你跟苏连昌也不一样啊，你头上有毛，他没有啊。我不要打到你，你赞不赞成？我用抛物线抛给你，表示说我不要伤害你，你赞不赞成？这个你玩意是，请你闭嘴，请你闭嘴，还要怎么样啊？谁都丢过来了，你还不闭嘴啊？你跟我辩没有便宜占的，我告诉你，老老实实听训。对你对我利，哎，我不是来听训，你是来听训的，你就是跟教训，告诉你们是假货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美国人的看门狗，看门狗卖骨头，还要自己花钱吗？现在的问题就是，我们也不是狗，我们是狗，我只是不承认是狗，不是狗。我告诉你是狗，你的马表，我的马表要到时间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要的是尊严。然后你答复，我没有问你，你怎么可以答复啊？但是现在是文人吗？我现在穿文人的皮，你穿的像文人的皮，你不是文人，我们是美国人的看门狗，看门狗卖骨头，还要自己花钱吗？台湾人是不是贱骨头啊？我不是贱骨头，我是台湾人，所以我要求李敖道歉。好好去反省啊！不要啰嗦，我正式宣布，我李敖当了台北市长，请时间做。殡仪馆的馆长，两个问题，对，虽然骂人，但最钦佩谁？我要钦佩什么人，我就照镜子。我算是学问最大的。我告诉各位，什么原因？我没有什么杂物，一天关着门，自己在进修，所以念书念的比。他们全多，所以我跟大家说，以我这种成熟的智慧，请大家注意，你们老笑，我告诉你，陆放翁陆游的一句诗，尊前作句莫相笑，我在你们面前，在酒杯面前，我跟你们开玩笑，你们别笑我，尊前作句，作恶作句莫相笑，你们不要笑我，我死诸君死我狂，我死了以后，你们想我想得发疯啊！